很严重那一年，对。所以你走过来了吗？还是想到我很痛。为什么今天会感触那么深？今天是妈妈的母难日，所以我特别想念他们。今天刚刚先去甲伊讲，我今仔日来台北家参加金婚奖，我先甲伊讲。那爸爸妈妈辛苦恁啦，我今仔嘛搁着只感谢恁，感谢恁的体谅，一定有甲我斗保庇。第三座奖是他们能够在一起，跟我一起来。蛮想念他们的。好，姐，因为今天是第三座啊，你其实前面只剩下二姐跟五姐，因为一个五座一个四座。我觉得我算幸运啦，我真的觉得谢谢傅成老师这一次还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上台庆祝，然后非常开心，真的。我们这个这一家。感动。你想跟爸妈说什么？我想跟他们说什么吗？慢讲。我很想念他们。然后小不惊的。呵呵，外好生，家用大汉。然后你们还问我家的事，我希望你们会当呵呵啊修行，呵呵啊环游世界，因为较早伊个在世时阵，伊拢无呵呵啊去享受人间的快乐，太保守了。连坐车出去玩都觉得很花钱，哦，你跟我讲，我累。你讲一步一卡印，会当做的到时阵，帮助身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这点我会坚持下去。多谢大家。接下来问什么？姐娘这几年都比较没有出来宣传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柯总很好，柯总就是唱片公司的柯总，对，唱片公司，对，华特音乐，伊讲我只要愿意好好唱歌，做音乐一首好听的歌，宣传免走足侪遍去。啊，我们很想你。哦，有啊，我有一直在活动啊。所以爸妈是2020年走的吗？对，就疫情那一年，疫情严重那一年。所以你走过来了吗？还是想到我很痛。为什么今天会感触那么深？今天是妈妈的母难日，所以我特别想念他们。那因为今天他们营造这一档，我生日刚我拢会去爬围巾，甲爸爸妈妈讲话，还有今仔日起来太晚，就早起来，所以我。前两天先去甲伊讲，我今仔日来台北家参加金婚奖，我先甲伊讲。那爸爸妈妈辛苦恁啦，我今仔嘛搁着只感谢恁，感谢恁的体谅，一定有甲我斗保庇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简哲哥说，这个今天在德华会在高雄开演唱会，为什么？谁说我没有说啊？谁说？我没有说。开演唱会呢？我没有机会，少说了。我加油好不好？我给我自己，然后更多训练空间，给我时间。可以吗？可以哦。飞姐，你可以讲一首歌是送给爸爸妈妈的，送给爸爸妈妈。我爸爸唱《可爱呗》很好听，可爱的。我妈妈很喜欢听《秋晚》，然后也喜欢听《心事香囊在》。她最常唱的一首是。安平对象，不是安平对象，追想曲，安平追想曲，对。不再错乱心茫茫。
对，每次都会想到我妈唱这一首。你讲到爸妈，你就泪崩哎、欸！我很想念他们。谢谢，你要加油！你现在是人家妈妈了，你要知道带小孩啊。对啊，儿子很乖，儿子还调皮一点。高雄没有，他们都有在。他们有跟你说什么？还没有，还没见到面，还没看到他，老公也还没有。对，你今天这么漂亮，不要哭了。好，对，谢谢。